早安，我今天迟到了。我们今天又要来户外教学，今天的地点在木栅动物园，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该有的 QR code 有，如果你无聊的话，可以自己算。好，然后他是把它用颜色的方式来做分类啊，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我只能够说还不错，有跟上国外的水准。刚刚他进过来玩，他就让你猜一猜他的裤子啊，哦，他为什么眼睛那么小？有没有？所以小眼睛还是有好处的，虽然眼睛很小，有没有？可以避免刺伤，有没有？你看到？避免被刺伤，有没有？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有互动式的。咬啊，它方便就吃一吃嘛。哦，又一只过来了。现在参观完了，想说上一支 vlog 好像拍得太随便，就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最近就是课业上还蛮多事情的，还蛮就是还蛮忙的这样子，所以最近的剪影片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频繁的出片啦。那终于破200订阅了，感谢各位。OK， 那我们如果就是等我期中考完，有时间准备一下抽奖的礼物。OK， 好，大概这样吧，近况就是这样，所以请各位耐心的等待。Yeah， 结束了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吧。那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近况。那就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吧。那就先跟各位说声拜拜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